上过年了，正经帮牛和姐好价囤了好多四十零十斤，凑在一起吃一下。王小鲁的卤味大礼包，这个礼盒可以自信吃了好多种肉。他们家的虎皮凤爪我吃过好多次，虎皮小鸡腿还是第一次吃。素肠，鸡肉软烂入味，和凤爪一样轻松脱骨，两口解决，再来一个，甜甜卤香味。原创拌粉也是几吨的，我真的从来没吃过原创拌粉。尝尝，好香！这种干拌的粉就是又香又够味。你看，超级劲道爽滑，会煮了很久都不烂。凤爪我和粉一起热了一下。凤爪加热之后加倍好吃，做到入口即化，轻松脱骨。这鸡爪就像喝水一样轻松，米粉鲜鲜辣辣，拌着配菜脆脆的。一起，一口肉，一口粉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